才你在那个访谈里说你比较崇拜罗杰特也是，嗯，然后有人说你们俩在比赛里边都有混合泳，最后那50米你游得比他还快呢。那因为他项目多嘛，所以400红他想拉了那么远了，那他就放了呗。然后罗杰特也希望就是他能跟你在新浪微博上互动一下，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关注。我关注他了，他最近也会发。然后还有大家很关心就是说你跟孙杨平时熟不熟？嗯，就是好朋友。好朋友。嗯。然后那个微博上好多网友开玩笑，说：“哎，你看到了？”看到了，看到了。他说：“那个要是你跟孙杨要是能在一块儿的话，你们俩的小孩肯定能包揽未来多少个金牌。”开玩笑的嘛。是吧？嗯。然后还说那个能解决了这个妈妈和女朋友先到谁，先救谁？对，先救谁？你觉得有意思吗？挺有意思的。那能不能通过我们的镜头啊，因为过两天孙杨也会来参加这个节目，嗯，然后你能不能帮我们问他一个问题？什么问题？就是比如说问你们两个同时游混合泳，嗯，你问问孙杨，你敢不敢跟我比？你有没有信心能赢我？啊，你就问他一下，到时候我们看他怎么回答，好吧？嗯，我就说杨哥怎么？对对对，啊、可以可以。杨哥过两天你要过来了，就你敢不敢跟我比400混？